你记得不记得宽子？我是宽子，想起来了吗？你儿子，我是宽子。 妈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妈，我是宽子，对，这是你儿子的手，对，你是握着你儿子的手。我把裤子扣错了，莫道师傅。 太高兴了啊！打球又赢了，我们。这么棒！是吧？哎，司徒叔叔的车吗？佳佳，佳木，又来接我们回家呀？哦，是的，是这儿。那个，你妈呢？跟我说，让我带你们俩去见见世面。见什么世面？佳佳，你不是要当演员吗？又想考艺术院校什么的？对呀。我带你去见一个摄制组，看一看拍戏现场。 拍戏现场，真的？那太棒了！耶！走，上车吧，佳佳，拿书包。哎呦，大少爷，曹导，哎，曹导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。 司总，欢迎你亲自光临。哎呀，哪能看看你，看看你啊！那个，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两个孩子，过来看看拍戏现场。你好，你好，常务，赶紧搬座椅啊！没有，没事，站看一下，没事。行，啊，真好玩。好玩吧？嗯，太有意思了。坐坐坐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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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拍的，过来看不看见？ 来，灯光来，给锅门，阿平来，这个算，到我这边，到我这边，对对对，穿不穿？不穿吧。穿了，后点，后一点，后一点，这样啊，好，来了，开了啊，阿平跟着他跑啊，完了，安静了啊，完了，开始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 停！这是谁找的演员？啊？大伙看看，像个少女吗？像朵玫瑰花吗？他好凶啊！还真不太像。哎，曹导。 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让这孩子试试，他这正好是这个年龄段唱功是，其实是七岁，正好适合这个角色吧。行，你让他试试，这孩子特别有表演天赋。这不大好办啊，不是，这都是老板投资商定的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，你让他试一试，因为这孩子我了解，从小看到大的，他特别喜欢演戏，小的时候在那个文化宫啊跳舞啊唱歌演小品，特别棒。 我硬不过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咱们哥俩这么多年交情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给孩子一个机会，他特别喜欢。好吧，要是不牵扯费用，我倒可以试试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你给他给孩子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好吧，那行，行，试试。不行，我还没换人。没问题，你相信我，让孩子试一试，给他一个机会，好吧？给孩子一个机会，好，试试吧。啊。 太好了，哎呀，快谢谢大爷，谢谢大，哎，你试试，给他化个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这孩子，我跟你说。
我打小耳看着，特别表演天赋。晚上有空我做动，谢谢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哎呀，应该应该应该的啊，拍戏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你看都不容易，这是。来来，换衣服，走走走，换衣服，换衣服。四叔叔，我陪换衣服去了。快去，陪一块去吧。导演，我们好了啊，我们过去了啊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好了，四叔叔，佳佳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俩，我跟你讲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啊就从这边，从这边，这边吧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好了，阳光一点，漂亮，对，越好看越好，好吧？开心就是开心，从海边往这边跑，嗯，好吧？啊，来，我给你先看位置啊，在这儿啊，好，在这儿，就往我们那个帐篷那走。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从这儿往那边跑，嗯，好吧？嗯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跑的阳光漂亮，开心，一定要开心，懂吗？不太懂，但是可以试试。好好好，啊，就这样啊，等我喊开始啊，好吧？嗯，好，来，哎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可以吗？啊，来。导演来问问导演，佳佳，你太棒了！司徒叔叔，导演叔叔，我还可以吗？导演，你觉得呢？挺好，挺好。郝导，你那找的什么演员？你看人家还是个小姑娘，情感如此投入，那么动人。导演，这不是我找的，这……你们不好好学，小心丢了饭碗。司徒，哎，老大，这孩子如果想当演员，来找我。哎。他很有发展前途啊！你看，我给他机会。嗯，这孩子太有天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孩子以后你真得好好培养培养。那这事儿如果是真行的话，我回头我跟他妈商量一下。哦，那行那行。哎哎哎，佳佳，谢谢导演。谢谢导演叔叔。谢谢导演。啊，去把衣服换了吧。行，那我先去换衣服。走嘞。太好了。我这跟你说吧，这孩子特别有天赋，您知道吗？是是是，来来，是是是，您坐您坐。哎呀，来，我准备下一场。司徒叔叔，有进步啊！今天安排这个活动，我喜欢，太有意思了。原来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啊！我是普通人吗？大妞，咱能不能低调点？你只是在学校里演过小节目而已，而已。你没听见导演说吗？我有天分。他愿意给我机会。哎，他们蝴蝶夹正缺女主角呢，我要演电影去。佳佳，嗯，这件事儿呢，先不用着急啊，我回头的跟你妈商量商量就行了。那我回家就跟我妈说。但是你不能说是我支持的啊。司徒叔叔，你怎么胆儿这么小呢？你支持又怎么了？又不是让你去犯罪。我是怕你妈生气呀，啊。啊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跟我妈提。嗯，记住了啊。嗯，好丈夫，妻管严啊，妻管严。真是。别下手，别下手，别下手！哦哦，没事吧？烫了。来，用筷子，快点吃，来，不用下手啊。嗯。哦哦。嗯。你不等他们回来一起吃吗？他们回来我就抢不过他，抢不过他。哎呀，那行，那你先吃点吧也行。啊，你这样吃会不会咸呀？来。好，少吃点啊，老太太。嗯，来，你喝点水啊。嗯，好。啊。嗯。啊，那我去炒菜了啊。嗯。别老喝水啊，别闲着了啊。嗯。
又炒一盘新的啊！这会儿先别吃了啊！我吃一点点。哎呀！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啦好啦。哎，妈，妈，你怎么先吃上了？啊，他说那个什么，他一饿，他想吃，我又让他先吃点。妈。 那也不能先吃，你不知道，我妈呀，她心里没数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喜欢吃的，她吃起没完；不喜欢吃的，她一口也不动啊。不能再吃了，不能吃坏了啊！等会儿啊，嗯，好，来，嗯，我就知道你回来，我就不能吃了。<笑>行了，还好我聪明，刚才偷偷的先吃了一盘。<笑> 嗯，嘀咕啥呢？没没没没嘀咕什么，哎，他夸我做的菜特别喜欢吃，不这实话，他确实喜欢吃我做的菜。没事儿，哎哎，妈，别拿别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，啊，不吃放在这儿。妈，是不是愿意吃师傅做的菜呀？嗯，好吃。<笑>你呀，这叫外来和尚好念经，知道吧？<笑> 今天累吧？俩孩子们到现在还没回来啊。孩子们跟司徒出去玩去了。哦哦，哟，看来司徒跟孩子们还挺能玩得起的哈。嗯，是，那个这俩，哎呦，妈，你看你看。啊，不吃不吃，听话听话。妈，你要再吃，我给你生气了啊！就吃这一口啊。嗯。哎呀，这俩孩子不一样。嗯。家木啊，跟司徒关系挺好的。 家家就一般了，不过能玩到一起去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么些年了，司徒对两个孩子还算尽心尽力，每次都是尽量的满足两个孩子的愿望。挺好，其实得跟孩子打交道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到底带你们去哪儿玩了？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？我们去拍电影了。哼，拍电影？ 是看别人拍电影啊？哎呀，不是，那场面，佳佳这一上镜了，导演还夸得演得好呢。是吗？那看来你们司徒叔叔还挺有本事的，认识导演呢？那是啊，我一直觉得司徒叔叔很有潜力的。啊，那个，儿子，跟叔叔打个招呼啊。啊，叔叔好。那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走呢？啊？这什么话呢？ 这晚饭是叔叔做的。哦。那个，我们洗手吃饭了啊。对对，你们洗手吧。对，准备吃饭了。<笑>我们洗手吃饭。好的好的。啊，赶紧的。不吃了不吃了啊！你不能老吃了啊！不吃了，太太一会儿给丁杰批评你啊。我还有个汤。 哎，汤来了啊！嗯，那行你们吃着。 丁姐，我回去了啊。别介，坐下一块儿吃吧。啊不，你们一家人正好吃饭，说说话，我就走了。坐下，子孙。<笑><笑>你看我妈都发话了，坐下吃饭。是啊，老李，坐一起吃呗，别跟我们客气啊。儿子，叫什么呢？你有点礼貌啊。哎呀，叫老李不是亲切吗？
对对，叫什么都行，挺亲切的，这更自然。好好，李叔，你坐我对面吃吧。好好，你这可是跟未来的明星零距离接触，面对面吃饭，你要好好珍惜啊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。我一定珍惜，一定珍惜。你看你牛的，你真能吹牛。我没吹牛，妈，我以后不想考学了，我想直接去拍电影。哪根筋不对了？不，我没哪根筋不对。那我考电影学院就是为了当演员，可是如果我现在就能拍戏的话，干嘛还要去念书啊？好多明星都没上过电影学院。再说了，如果我演戏能引起轰动的话，那以后考电影学院就更容易了。你这想法怎么说变就变呢？不就是跟着拍了一次电影吗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就是一高中生，考上大学是你唯一的奋斗目标。那人生的目标，那也是你给我定的呀。再说，人生的方向也是可以调整的，也许我走的就是一条光明大道呢。你说出大天来，妈也不同意你去拍电影。我吃饱了，我不吃了。哼，坐下。就不。哼。哎，佳佳。佳佳。哎呦，妈，我去看看佳佳，你别生气啊。佳佳。你看这孩子，真气死我了！哎，那个，对孩子呀，你不能这样，太急躁了，不能打压，最好是多引导，好不好？不是，道理我都懂，我这一天到晚多忙啊，你也看见了，我就是晚上回来这点时间能见着他们俩。你说说多了吧，他们烦；说少了，这根本不管用。你看，这不管用。行，别急，别急。嗯。要不，哎，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？我去试试和佳佳聊聊两句。关键你小时工身份怎么说呀？不，可能正是因为我这个身份更客观吧。你放心，我会注意身份的。用你的话说，外来和尚好念经嘛，可以试试。吃了，别吃了，喝口水来。妈，嗯。佳佳，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说什么呀？我能进来吗？你想进就进来呗。哎，佳佳，你真的喜欢当演员是吧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觉得拍电影特有意思。哦，那你有把握考上艺术院校吗？没多大把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偏科，成绩不太好。哦，偏科，既然偏科的话，那你看哪门差，就抓紧时间把它补上来呗。来不及了。哦，孩子，别说这话，我就来得及。只要咱们有信心，你说说，叔叔还认识这方面人，我能帮帮你。你啊，你说说看。好吧，我就是其他科都还好，就是历史特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历史老师。不喜欢？嗯。怎么会不喜欢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其实就是他讲课特古板，有的时候还唾沫星子乱飞，关键是好几次我回答问题就没说对，然后他就特严厉，一点都不给我留面子，让我特难堪。然后以后我再上他课，我就心里有障碍。其实不是他讲课不好，别的同学也都挺喜欢他的，就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反正我以后再上他的课，我就特别没有自信。那你现在就是就现在是高三了，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再换历史老师的？换老师不大可能了吧？他带着好几个班呢。
那佳佳，那就在你的印象里，就你上没上过其他历史老师的课呀？比如你比较喜欢的、能接受的。其他，啊，我去四中听过一节课，他那个老师讲的特别好，讲课特生动，你知道吗？关键是感觉他特有学问，就他讲的课我全都记住了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四中老师叫什么？叫吴知州。吴知州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四中的是吧？我可以把这个吴知州老师请到家来给你当家教，补你的历史，怎么样？你能请到吴老师做家教？我能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请过来，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你要真能请到吴老师来做家教，那我历史成绩肯定能上去，到时候高考就不会拖后腿了。行，我保证啊，把吴知州老师请到家来给你上课，好不好？好。但你也要答应叔叔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给妈妈道个歉。啊，行，那我现在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别忘了这个事情咱们保密。OK。去吧。喝点汤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，我也不跟你顶嘴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肉麻劲儿了，这给他吃的什么药啊？这是后悔药，佳佳后悔惹妈妈生气。还后悔药呢？我看是迷魂药，从一进门就迷迷糊糊的。他。哎呀妈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饿呀？我饿死了，妈妈，我想吃饭。行了，饿了还不坐下吃饭？嗯，吃饭吃饭，饭可香了。吃饭好。哎呀，你小点口，别噎着。我饿了吗？哎，老李，你说说吧，你用了什么神奇方法让佳佳转变了想法呀？哎呀，我就压根儿没让他转变想法。我支持他的。你支持他考电影学院？啊，人总有点理想吧。哎，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佳木同学吗？你有什么理想？我呀，必须是一本线呢，如果能上名校更好了。哎呀，不过我现在是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呀。为什么？一言难尽呐。我一模只考了480分，现在重点线定到了560，听说去年北大录取分数线580多分呢，这不要人命吗？让不让我活了？哦，那你这分差距是不小，你跟那个那种顶级的名校差100来分哈。你高考还有多长时间？7个多月吧。7个多月，如果一个月能增加10分，7个多月也能增加个70-80分啊，这样能够一本线了吗？应该。哎呦，哪那么容易啊？70-80分呢，加了70-80分，我就能到重点线了。要真能到，我也就认了。哎，佳木。我帮你制定一个加分计划吧。等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加分计划？啊，哎，是这样的，你看。我呢，有时候还喜欢看看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啊，对高考方面还是略知一二。哎，不是，你直接说我应该怎么加分？哎，你容我想想啊，应该会想出办法。哎，不，老李，不，那个，你说啊，你要是能帮我想出一个好的加分计划来，我叫你一声亲属，怎么样？那倒不用，我尽力想。行，我等你好消息啊。好。
姑娘，嗯，跟妈说实话，妈妈不想让你去拍电影。生妈妈气吗？没有，早就不生气了，我还怕你生我气呢。哎呀，我就奇了怪了。嗯，你说，那李叔叔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还给妈道歉，还吃饭，转变那么快呀？他一小时工能跟我说什么呀？嗯，就是进行了一下传统思想教育，嗯、就是妈你平时老说的那些。嗯，要尊老爱幼，听话朴实，孝顺，嗯，就这样。那这些话妈以前也跟你说过呀，你怎么听不进去呢？是呢，平时你总说，然后我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，哎，可不知道怎么的，嗯，可李叔一跟我说，我还真就听进去了，嗯，还往心里去了，嗯。妈，妈，你想什么呢？妈没想什么，我是想你李叔叔这个人还不错啊。嗯，可不是呢，以后让他常来。嗯。儿子，别看电视了，明天上学呢。丁姐，我都收拾差不多了，那我也走了。哎呀，老李，你要是能住我们家就好了。啊？可以啊，妈。那个叔叔还有事儿呢。哎呀妈，你就让李叔住咱们家吧。啊不不，我真的有事儿啊，我这不方便啊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走了。哎，李叔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回去吧，啊，有什么事我告诉你们。行行行，啊，开车慢点啊。啊。一直嚷嚷肚子胀，他吃的是那个跟咱们一样吃的木须肉啊。吃多少啊？当时我炒了一盘，都吃光了。后来好像又炒一盘，他。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晚上不能多吃，尤其是吃肉。怎么？哎呀，当时他吃那么香，哎呀，我觉得吃起我就没阻止他。哎，行了啊！以后你真得注意啊。那妈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遭罪的是他，难受的是你。是，我真的。挺后悔的，我错了，这都怪我，下次可不能这样了。
你好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病人没啥事儿，就是吃多了引起的胃胀。但为了防止其他并发症啊，还得进行多项的检查和化验。然后你们一会儿看着老太太一个人呢，去交费拿药什么的。好，行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那我来了。那什么，你去交费，我在这儿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去了。啊，嗯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。在这呢吗？啊，我在这呢啊。药都拿回来了啊。你们在这守着啊，打完这两瓶药水之后啊，就可以带病人回家了。回家以后啊，一定要少吃一点儿，吃点养胃的小米粥之类的，千万不能再吃大肉了。我知道错了，一定注意。谢谢啊。谢谢。那什么，你回宿舍吧，这我看着妈。不是，还是你回去照顾俩孩子吧。妈交给我了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，还有护士大夫呢。那也行，来的时候着急，手机忘带了，我回去跟孩子说一声，省着他们惦记。那你赶紧回去。啊，那个妈睡着的时候如果闹啊，嗯，你就这样摸着她的头，啊，哦，她就知道我在这儿了。好，我知道。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嗯。路上注意点啊！哎呦，那怎么回来了？我还要上医院接你们去呢。没事，我打个车特别方便啊。啊，怎么样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们去找你了。我在家等你呢。奶奶，以后不许那么贪吃了啊。你在家乖乖的，要听话。我们上学去了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嗯，别迟到了。听话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注意安全。好好好，走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妈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一会儿啊，你就跟师傅在家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嗯，来，嗯，听话啊，我在家给你做好吃的啊。我吃炸带鱼。啊，吃炸带鱼，可不能多吃了啊。哎，好。你早点回来吃师傅做的好吃的。好嘞，知道了，来。赶紧上床睡觉啊！嗯，来，我来。听话啊，妈。嗯，好嘞。来，哎呦，好嘞。记住啊，不许多吃了啊。嗯。行，我有时间可以带出去走走。啊，我吃炸带鱼。啊，好嘞。好。好嘞。睡觉啊。嗯。
哎呀，你也抓紧时间休息啊，妈就交给你了。哎，放心吧。对了，那个建新那边没什么事吧？啊，我给他打过招呼，请过假了。啊啊啊！放心走吧。哎，路还慢点啊。嗯。干嘛去？干嘛呀？我到市场买带鱼，我想吃炸带鱼。哦，炸带鱼我给你炸。那个市场上带鱼，你现在还不方便去，你的身体刚恢复啊，回头我给你买不就行了吗？好吗？那我要去找丁姐。哦，丁姐在上班，好吧，她这会儿在单位忙着呢，不打扰她，在家待着好不好？11点，找丁姐，我想丁姐了。哦，不让早点回来不行吗？好吗，咱不去了，好吧？你还最好不出门。现在我想丁姐了，我要去。哎不，我想丁姐。老奶奶，我要吃，我要去。好，不急不急。哦，好，不着急。我陪你去，好吧？我带你去找丁姐，好不好？到洗衣店。那你快点。哦，我快点，我换个衣服啊。你快点。哎，等一下，婶儿，哎呀，来，慢点啊，注意脚下啊，婶儿。哎，那是公园。啊，对，公园。那是公园。公园。我要去公园。你去公园干什么？我要看猴。啊？你不是你不说好去丁杰那儿洗衣店的吗？往那儿走，洗衣店。嗯，洗衣店，我没说。你说了。我没说，我不去他那儿，我要去看猴。看猴啊？嗯。那行，那在这看猴，这儿啊，我马上给你变个猴，好吧？这儿有猴。有，你听话声，你坐下。马上猴就出来了。猴啊，对，坐好，慢点哈。嗯。猴出来了，给你变猴啊。猴来了！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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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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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咕咕咕，嗯。要吃带鱼了。嗯，我要吃带鱼。哎，每天会怎样开始？没有人能
总会有好的故事。我会用我的方式，不让泪将你淋湿，看着你熟睡的样子，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。我想要幸福的日子，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，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，为了你我会坚持。我想要幸福的日子，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，感谢你容忍了我的固执，才能把爱酿成诗说给你听。我想要幸福的日子，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，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，为了你我。